尊敬的诸位领导、诸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一个非常殊胜吉祥的日子，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团聚香港，共同祭祀大乘至圣先师孔老夫子，一起缅怀孔子的圣德。主办单位邀请监工跟大家谈谈话，实在愧不敢当，但又深情难学，只能将自己浅薄的一点心得向大家报告。在古代，夫子被尊奉为天之母德，天纵之圣，说完节次中指出，圣者通也，通达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，夫子通明天地之道，承先启后。依儒家学说，教化人伦，行持正道，正如儒子所表，一个人，一个虚，意味生而为人之所需要，他的思想教化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内涵，并继续造福后代子孙及全人类，七孔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提倡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重要祭祀活动。祭孔的意义，首先是不忘本，中华文化从尧舜开始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一脉相承，孔子把这些圣人的学问
融会贯通，其古圣先王之大臣，所以后人称他为大臣至圣先师。我们跟孔子学，就是学了全部圣人的学问。他老人家是述而不足，幸而好古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对古圣先王完全信任，身体力行。而孔子以后的圣贤人都是遵循他的教诲，效法他的风范，所以可以说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华文化的传承。其次是尊师重道，圣命得自于父母，慧命得自于老师，师徒如父子，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是等同的。懂得感恩老师，就会尊重老师的每一句教导，依教奉行。孔子在孝经上说，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无怨，这个能使天下人心和顺，互爱和睦，尊卑上下，和和无怨的道是什么？孔子说，夫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有身也。先王的至德要道就是孝道，这是一切德行的根本。教化就从这里产生。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文字，是智慧的符号。中文孝字上面是个老字，代表的是上一代，下面是个子字，代表下一代。老或子合成一个字，孝子，代表上一代和下一代是同体而不可分割。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一直往过去推，
不到开头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一直往下来推，找不到尽头。所以孝子身意识这个宇宙无始无终，时间与无量无边的空间，整个是一体，是一个休息与共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。在这一体的生命中，每个人自性本有的父子友情的情爱是原点，将这种无私的真爱发扬光大，去爱一切人，就是中国古语古话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发扬这样的剃刀，就能达到宇宙的和谐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上说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”意思是，君子凡事讲求根本，从根本上做起，有了根本，就能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。孝敬父母，尊重师长，就是人的根本。孟子说：“尧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。”从孝悌之道再发展出来，无伦、无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人心只要回归到孔子所教诲的中国文化道统，所有问题都能解决。第三是见贤思齐，孔子的身教给后世的子弟强大的精神力量，尤其现在是道德沦丧上，文化危机存亡的时代，更难启发我们如何处世待人。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天下，说到诗书之不讲，礼乐之不解析，是谋之过也。体现出
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的反省态度。孔子悟识知天命，知道自己应该乘船道统，不虚度这一生，知道其不可而为之。第一，献身精神，启发一代一代的读书人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发愤忘食，乐意忘忧，利他情怀，温良恭俭让的涵养，有教无类的平等慈悲，因材施教的善巧智慧，还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观察并效法的风范。孟子说：“圣何人也？愚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”圣王是圣人，只要肯努力发奋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。故愿吾先生曾说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我们所处的地球，像一个村落一样，休戚与共，密切关联，真正是一个命运共同体，全人类都面临着当前种种严峻的挑战。如果每个人都有感恩的心，能不忘本，尊师重道，践行四气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就会祥和。真听老人言，幸福在眼前。孔子如同一位五千年智慧的老人在面前为我们带路，论语说到寄身如神在，让我们以至诚恭敬的心与孔孟祝圣贤，感应道教，灵受心灵深处的洗礼，体验古圣先王礼乐教化的善巧智慧，让我们
效法孔子，以作之君，作之亲，作之师，来自我要求，时时为人演说，这就是真正的落实普贤十大愿望勤转法轮。请佛注释，这样就能转业力为愿力，转为机为转机，让整个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对中华文化升起坚定的信心。最后祝福济公大典吉祥圆满，祝福在座的诸位领导贵宾大德仁者身心健康，六十吉祥，祝福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兴，造福人类，祝福世界和平，盛世大同。谢谢大家。